有人吗？ 请问占卜大师在吗？ 大师， 你在吗？ 大师， 大师在吗？ 有人吗？ 有人吗？ 怎么没人答应啊？ 不管了， 先进去再说。 有人吗？ 老爷是要问卜？ 是。 所求何事？ 小姐，如不便言明，不如让我来猜上一猜。小姐所求事与姻缘有关？不不，对，也不对。到底是对还是不？ 不对，那就请回吧。哎，我说，我说，我的父亲想让我出嫁，我啊，姑娘是想问卜未来夫婿的相貌、人品啊？不。 说，大胆的说。我是来忏悔的。我听说，欺骗上苍的人是没有办法询问命运的。对呀。对，要心口如也。我曾经跟那个人说过我喜欢他。 可是我欺骗了他。你骗他什么？这不是喜欢与不喜欢的欺骗，而是喜欢与爱的欺骗。当我得知，那是他顺从父亲，跟着父亲为我甄选夫婿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感受到了一种 从来都没有过的疼痛，似乎每一次呼吸，每一次心跳，我都是那么的疼痛。可是后来，当我知道他是为了我的安危才放弃跟我在一起，我的心又从痛苦中挣扎出来，变成了幸福。我愿意为他做一切。 从疼痛到幸福的那一刻，我似乎感受到了男女之间的爱。现在父亲又要安排我嫁人，说这样可以护我周全。可我不在乎，只要能跟那个人在一起，哪怕身陷险境，哪怕粉身碎骨，我也不怕。父亲说过，爱如炭火。 若不及时冷却，很快就会化为灰烬。可我不在乎。若能为他寒中取暖、照亮黑暗，我愿做那炭火，哪怕为了他化为灰烬。恒娥是我唯一的思念，你一定要把恒娥当做你真正的妹妹，必须让恒娥对你死心，让恒娥远离你，保障她的安全。 我想，我对他不是喜欢，而是爱。你在听吗？
不会，何解？贤，通感，视为感情，感情已深入骨髓，无怨无悔，却也遇事。遇事什么？遇事。 你们有缘无分，难道我们今生都不能在一起吗？这是你的命运，也是他的命运，不能改变吗？命由天定，从来不会如人的期盼而改变。 姑娘，还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吧。现在，浩宫已经是大梁城里很有势力的望族了。 你赶紧准备丰厚的彩礼，马上给我去向恒娥提亲。可我不喜欢恒娥那疯丫头。那你喜欢谁呀？怡红楼的小翠。浩宫他现在是大王跟前的红人，对你的将来，对为父都有莫大的好处。我已与浩宫达成共识，所谓上门提亲，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。如果此事能成的话，你一定要把恒娥娶进门。 在咱们大梁城里，没有咱们家娶不到的漂亮姑娘。王禅，你可真沉得住气。你知道浩宫里恒娥找的夫婿是谁吗？啊，你是在想办法吧？那可是孝公的儿子西河啊，那个有名的浪荡公子。 西河明日就要上门提亲了，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恒娥往火坑里跳吗？你们还想让我怎么做？我跟恒娥在一起是伤害她，我不跟她在一起也是伤害她。我到底该怎么做？
良辰吉日，浩公为恒娥甄选夫婿，上门贵客请递交门帖。请公子递交请帖，小人好交与后宫。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？我是你家后宫请来的，不用给名册了，我的脸就是名册。孝公名扬四海，权倾魏国，魏王之下满朝文武无不仰望，这就是孝公之子西河公子。晚生西河，夜见浩公。西河，这就是西河的儿子，他就是西河的。昔日讲学，便见公子气度，今日长成，果然不凡。请。好。西河公子一看就是人中之龙啊，不知公子剑术如何？拿我的弓箭。西河公子，我恒娥妹妹乃千里难寻，所以我们要找个千里难寻的好妹夫，设此物不能彰显公子的剑术，不如我们站在高处射鸿鹄如何？好啊，恭请上房。上房便上房。等会儿，公子，公子刚才那一下果然好剑呢，薄酒一碗，略表敬意。好，祝公子马到成功。马到成功，马到成功，上场。马到成功。嗯。哎，慢点，小心呐，小心呐，慢点，五哥。慢点，慢点。公子当心呐。公子，好样的。小心啊。没有鸿鹄啊，这跑哪儿去了？西河公子，何为鸿鹄之志啊？鸿鹄之志，志在天外，目及八荒，心雄四海，挽弓射之，壮我心怀。丈夫当安，丈夫当安。西河公子，何为大丈夫？大丈夫当有鲲鹏之心，鸿鹄之志，鹰击长空之勇。腹中当有乾坤。我刚才听你在放屁了。弟子，弟子，弟子，给我！西河公子，腹中可真有乾坤？他又放一屁！怎么了？公子腹中到底有什么乾坤？你给我梯子！什么？我跟你说乾坤！你告诉我什么乾坤？什么乾坤？梯子就是乾坤，乾坤就是梯子。拿梯子，快快快把公子接下来，快！乾坤是什么呀？死胖子！哎呀！走，去报错！公子，公子，快去报错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啊！
公子，怎么办？喊！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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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给我出来！许毅，死胖子居然敢给我喝泻药！这怎么办呢？啊！是你咎由自取啊，许毅，你自己惹的祸，我们可没有办法。就是，不是你说，你说什么呢？是你让我下的药，啊，是你搬走的梯子。别说了，哎，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你赶紧跑吧，咱们后边跑。死胖子，你出来，咱们走，出来！臭家伙，别动！下来，给我找石头。好，捡石头，给我砸！给我找石头，砸，使劲砸！砸死你！砸死一个，捡五百个！公子，给公子打兔子呀！快！你们这三个小贼，竟敢伤害我家公子玉体！赶紧抄家伙呀！你们干嘛呢？他是找你的。你说这都是为了保护恒河，我才干的。动动脑子呀！啊，打一架就能解决啊？王禅，你有办法了？徐毅，胖不拉几的小杂种，你给我出来！把他找出来！哪儿呢？把徐毅给我找出来！啊，找谁呢？哎，徐毅，找徐毅，徐毅，走啊！你们怎么回事？啊，死了！公子，兄弟，小胖，兄弟，小胖，你们有多大的仇，多大的恨，苦苦相逼，让我兄弟以命相抵，死寻短见。小胖，你这么就去了，你娘亲可怎么办呢？你也是贱，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啊！这跟我没关系，我刚来，你们都看见了吧？看见了吧？看见没有？这跟我没有关系，我跟你们拼了！不要拦着我，我也不想活了！不要跟他们硬拼了！拼了！别冲动啊，王禅！不要！许毅，小胖，小胖，小胖，你们把他放下来啊！小胖。谁干的？不是我们，你们杀了我的小弟。是我们干的。我和你们拼了！快走！放过小胖！别跑！快！这么狠的，那可是恒娥呀！别跑！快走！差不多了，放下来吧。哦，对，放下来，放下来。老婆，你没事。好了，快！这也能开玩笑吗？谁的主意？我不是为了骗你的，他们讨厌，误会。误会。那边呢？王晨。
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这个，你看这儿，这是王晨发明的装置。看见这个钩子没有？咔，往那绳子上一勾，根本就勒不着。他可惨了。别想狠手啊你！很急了啊！今日的死亡不过是一出闹剧，暂且任你们欢笑。真正的死亡已经离你们不远了。将军，子部招人，兵书藏在沼纸。沼纸，原来是在沼纸，终于让我们找到了。姬大人，沼纸距离周都300里路程，途中盐城为必经之路。我们可以把盐城作为大本营，调度各路人马，随后前往沼纸。姬成，好戏已经开场了。一旦取得沼纸所藏兵书，得到王禅心中的那一部分兵书也指日可待了。一切终于要结束了，这次我们一定要斩草除根。来，我们找个好的位置，快点。干什么呀？快点。三月上自清辉播出，干皮青丝望远呼呼，春日明明百草满路，望谢去会随风民族。借此吉日，希望我的宝剑能够收集到天地之灵气，日月之精华，助我完成夙愿。你的夙愿是什么呀？站在会盟台上成为天下的英雄，还不能实现你的夙愿吗？天下英雄，你跟我没关系。我的夙愿是复仇。那我呢？什么？哎呀，你不许乱动，看着我。嗯，尊神在手，愿他平安，驱除邪祟。尊神在手。你嘟囔什么呢？我诅咒你。
我诅咒你为奴，一辈子受我驱使，死也死在我身边。说什么呢？上天莫怪，上天莫怪，我刚才说的一切都是不算数的，誓言是不能乱讲的。我重说。祈求上苍，愿禅哥哥能够得偿心愿，成为顶天立地的大英雄。我恒娥愿至死相伴，不离不弃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王禅，如果你真的想要保护我，就娶我吧。动啊！上天保佑我恒娥妹妹一生幸福快乐。王禅，我不信命，未来的命运会是怎样，谁都不可预测，但只要能与你在一起，我便无所畏惧。恒娥，今时今日我虽不能与你长相厮守，但有朝一日若我能完成复仇的心愿，只要我还活着回来，我王禅一定要在此地娶恒娥为妻。这里没人，走吧。去那边，好好。走啊！
真学府处心积虑带人与易守营作对，可真是煞费苦心呐！若想让我就范，先把这些孩子们给我放了，他们与此事无关。我们要的就是你跟王禅，他们的命就在你的一念之间，把他们给我绑起来，带下去。走，走。老师长，甚好。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，动手！你怎么快走？你快撤离！你是姚子英，子部的师兄。 一手营岂能轻易被你打败？即使我死，尔等也插翅难逃。我看你还是投降吧。我等早做后宫之命，再做孩子多时了。 后宫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总说我有所隐瞒，今天是时候告诉你了。正如他们，每一个人都是你忠诚的死士。
从你出生的那一天，他们就一直守护在你的身边。这20年来，他们隐姓埋名，忍辱负重，一个誓言，一个承诺，一颗忠义之心，都只因为你一个人。今日今时，你若想加入行动，便在此时。少主王禅。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，请受我一拜。老公，少主，马已备好，赶快走吧。我们按计划行事，出发。然而，从这一刻开始，你已经踏上腥风血雨的复仇之路，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早已注定。我现在就把全盘计划告诉你。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。范君，在。你去里面准备一下。王禅，你跟我来。姬城找了你20多年，就是为了得到你牢记于心的兵书。那是什么兵书啊？孙子兵法。是那本旷世奇书，据说谁若拥有便可用兵如神，一统天下。此书乃兵圣孙武历时8年，究其终生所学，修成兵法81篇。孙武谋略过人，曾五战区楚兵于郢城，一举灭了楚国。这就是孙子兵法的威力，这就是天下诸侯和野心家们都想得到他的原因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孙武对自己的兵法造成的屠戮伤心欲绝，孙武武艺齐名，隐居山林，未必乱世，他藏匿了兵书。他认为像这样一部集古今兵法之大成的兵书，只能传给圣明之君和至贤之人，如果被阴险奸诈之徒所利用，必然祸国殃民。他将兵书一分为三，永久封存。其中一部分就是你内心铭记的韬略之策，还有一部分载有杀气阵法，藏匿周都。还有一部分藏哪儿了？在一个叫做沼纸的地方。父亲，您的下一步计划不会就是和这兵书有关吧？您到底还有什么计划？不错，子布和兵书就是诱饵。当初我从沼纸取出了兵书的片段内容，交给子布，让他把兵书献给姬城，取得姬城的信任。条件是让姬城安排他在盐城与姬元伯会面。您在盐城早有埋伏，到时就可以杀了姬元伯。可惜呀，子布的计划已经失败了。那子布，您一定还有备选计划。子布会咬住上巳节这个时间点，向姬城透露兵书藏在沼纸这个信息。以我对姬城的了解，以他这么多年来急于得到兵书的迫切心理，他一定会从速亲自前往沼纸取出兵书。到时我们就等着他前来入局，而且
从目前来看，姬城派人袭击学府就证明他的行动已经开始了。他想兵分两路，一方面要抓住你我，一方面去取出兵书。所以您才会让大家埋伏在学府，时刻准备着他来对我们下手。天一亮，我们要火速赶往沼址，截杀姬城。此去沼址，盐城是必经之路，我们会在那里稍作休整。现在该是我们反击的时候。